嗰晚瞓觉嗰阵，我又感觉到有人摸我。 我知道佢心窝嘅唔系我，佢只不过系当我另一个人。其实我又何尝唔系？佢手好乱，就好似我手嘅手一样。 由今日开始，就冇人再见过慕容燕或者慕容烟。几年之后，喺江湖上面出现咗一个好奇怪嘅。